主人，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情，帮助博士做实验，我当然很愿意。可是，那出去做英雄的事还有我的份吗？你要知道，不管任何任务，都是为了山庄做贡献，都是我们的英雄。主人。 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完成任务的。给他去吧，我的孩子。 告诉叶芝，以后再发生这种事，你们自己处理，不要让我走进这个该死的、充满传染病的地方。 一个小时量一次体温，把它记下来，听清楚了吗？ 我喜欢你的头发，这个发型最好看。
这么多年，你一直不肯把头发梳起来。今天，为什么这么做？你能陪我跳一支舞吗？怎么了？因为我的心死了，我一直在等的男人被我的姐姐抢走了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会对你非常的好，约瑟夫先生。挺好，那我们结束命运的安排吧。我不怕你，你难道不生气吗？我喜欢别人怕我，可对你不一样。我一直在想，你知道，我也是个人，也懂得欣赏美丽的东西。这里的人都把我看成神，可是神的生活真是很累。多少度啊？39.7。注射两个小时后，出现发烧症状。再过一个小时，再量一次体温，不知道你还能不能活到那个时候。我是要死了吗？训练完之后，我就一直在这儿。你的主人不是不让我随便走动吗？刚才我们这里有个人要准备逃跑，外边都被封锁了，别出去。你说逃跑的那个到底是什么人呢？这个你就不用多问了，你去做你该做的事情吧。艾伦。今天晚上一定不要出去。
这两个人有异常吗？没有发现什么，很正常。乔长君，你交出的病毒已经培养成功了，可以大规模的繁殖。哼，乔长君，恭喜你了，为教主立下了大功。 寒冰，他这么做可全都是为了你。如果他们不老实，立刻格杀。是。 艾伦跑了，我知道。你怎么知道？你是不是怀疑我放走了他？你有动机，放走了他，盖振海就成了你一个人的丈夫了。不是我。他如果现在跑了，会给教主带来很大的威胁，这一点我比谁都清楚。你知道他跑哪儿去了吗？ 不知道。如果他真的跑了，我就杀了盖振海。哼，好吧，到时候我来开枪。好，走。约瑟夫，他说你，他说你，他说我什么？ 说你爱上了叶芝，我不信，我不信。海伦，我只爱你一个，哪怕那个人跟你长得一模一样，全世界只有你一个人在我这儿，你是唯一的，没有任何人可以替代你。 这里的人想利用我杀死很多无辜的人，有一个叫乔长君的，他是破坏他们计划的关键。这个人现在也被关在了这里，我必须把他救出来。我会帮你的。好，先救出乔长君，然后我带着你一起杀出去。啊，能带我一起走吗？ 我不想死。你怎么了？他
出去再说，你把病毒给他们了。没有啊，这孩子已经被感染，你到底交给他们什么了？如果这孩子真被病毒感染的话，那教主肯定研制出新的病毒来了。我的病毒在这儿呢，一直就没离开过身体。他主说的是这个。快点，必须把这个孩子给带出去。不行，他已经被感染，出去就会传染给其他人。必须带出去，让安保小组的人查一查到底感染的是什么病毒啊。走。 走，快点走！不要去找那女人了，现在有重要的事情需要你来处理。怎么了？这就是你送去做活体实验的人？他身上有传染病，带到这儿来干什么？他根本就没去实验室。不是主人。 我是被人打昏了，醒来的时候就被根叔抓到这里来了。实验室里的人是谁啊？别管他是谁了，赶快去找人吧。小孩带着女孩孩子先走，出去以后把那孩子交给杨维忠。不行，你比我重要，你快走，你要肉的快。哎，走。 你咬我！快走！快！不行，你们快走！为什么？带着我谁都出不去！快！快！啊！段大海叔叔死了吗？ 中枪了！走，快走！快走啊！快点，走！ 程军呢？已经走了。你怎么会跟共产党勾结在一起？凯振海呢？我没见过他。混蛋！海伦，你真的没有见过他吗？ 你希望我说看见他了？把他带走。是。走。啊。 不行，我走不动了，你给我找个地方先藏起来吧。肯定不行，后边马上会追来人的，他们会抓住你的。你带着孩子。
你刚才去哪儿了？我一直在这儿待着呀。外面乱成那样，你不知道吗？不是你让我在这儿待着，不让我出去吗？你什么时候开始这么听话了？ 其实我一直都听你的话。我知道，这次我们只要帮他们完成任务，我们就可以回去过我们的小日子。答应过你的事情，我一定会做到。你干嘛用这种眼光看着我呀？ 再坚持一会儿，我们就快到了。你们真的能带我出去吗？放心吧，一定会的。这附近有日本人吗？啊，日本人？日本人5年前就被我们打跑了，现在我们中国自己的政府是共产党领导的。共产党？对，共产党。你们是专门帮穷人的共产党？ 干什么呢？同志，我是安保小组的，我叫乔长军。你现在能不能马上给安保小组打一个电话，确认一下我的身份，跟安保小组的人说我在这儿呢，让他们马上来接我。好，暂时等着。滚开！哎，爸。 他有枪，滚远点，不然我开枪了！快点！哎，同志怎么样？已经确认了你的身份，那就好。你们能不能跟我去山上一趟啊？山上还有一个我们的人呢。不行，上级已经派人过来了，大约半个小时之后就到。等不了半个小时了，那个人已经受伤了，而且山上非常的冷，会出人命的。别想了，来不及了。 你们两个照看这个孩子，其他人跟我上山。老实点！干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个你不能碰，你不能碰！大哥，有人！这边看看，记住啊！ 这些刀马贼，嗯，把人带走，走，走。
停！回去，共产党边防军出动了，快！老三，长得挺好看的，就是凶点儿。嗯，还受伤了呢。你俩嘀咕什么呢？我可跟你俩说好啊，他可是我的。你们拿的那个东西是毒药，只要碰一点儿就会死的。你别骗我了。我是共产党的人，我花了半天才找到这个东西。如果你们需要钱，可以把它交给共产党，我们会给你们足够的钱，让你们娶老婆过一辈子。哎，老三，这东西这么值钱啊，咱们发财了。走走走。真是共产党？我说过了，我是。大哥，他真是共产党，那可就不能留下了。共产党咱们可惹不起，人丢了一会儿肯定回来找，我们肯定被抓呀。再说这共产党的政策你也知道，必须除掉他。没事吧？没事，药被他们拿走了。啊，他们几个人？一个人，还拿走了我的枪，小心啊！把枪给放下。可你杀了我两个兄弟，你听着啊，如果你要不想像你那两个兄弟那样马上就死的话，你把枪给我放下，放下。你身上的瓶子呢？交给我。交给你？快点，我告诉你啊，那瓶子里边全是病毒，谁沾上病毒都会死。不想死的话，把瓶子给我。我把这瓶子给你，你能保证不杀我吗？放心吧，党的政策是宽大处理，你犯的这点事儿不至于枪毙你，你不会死的。把瓶子给我。我不相信你们，我不相信你们。再说最后一遍啊，那瓶子里边全都是病毒，谁沾上谁都会死。如果不想马上死的话，赶紧把瓶子给我，听见没？you
背叛了我，放了我最重要的犯人。这里是我关押重刑犯的地方，现在是属于你了。比起你的卧室，我更喜欢这里。没关系，我在这里能陪着你，就算你死了，我也要把你的骨灰带在我的身上，让你永远摆脱不了我，摆脱不了。詹处长，刚刚接到边防军的报告，说他们那儿发现一个自称乔。绝对没有人能找到我们。还有，海伦也接触过那个罗明，要是万一他……快找博士来，让他给海伦做检查，立刻。是。你还要跟他在一起啊？你要知道，你的生命对我们的事业很重要，你要自己珍惜。哪位是乔长军同志？他就是。乔长军，你怎么了？他旧病复发了。快把他送回安保小组。是。来，走。那个孩子呢？啊，孩子在屋里面呢。他被病毒感染了，必须马上隔离。哎呦。安保小组的人给我叫来。好，好，快点。好，你们先出去吧。快去找一个叫罗明的孩子，快点找到他。好，我会派人去找。他父亲是矿工，去查档案，他身上有传染病，所以一定要快。怎么了？快去找啊！我会注意你提供这条线索，但你现在最主要的任务是向组织解释清楚你这几天的经历。我明白，这是组织程序，我会配合的。
约瑟夫走了，他们不会再相信你。我不管。别这么说。我知道约瑟夫做了多少坏事，要是不除掉他们，会有更多的人被害。 为什么不睡觉呢？啊，已经12点了，休息的时间该结束了。你发现了没有？在这里，时间都变快了。其实，这是约瑟夫安排的花招。地下世界看不见日出日落，他也不许人们过正常的日子，怕大伙儿有时间思考。 他就把每天的24小时缩短了。缩短了？嗯。他每天减少6个小时，那这里只有外边18个小时了，当然会觉得短了。可这是他的秘密，你怎么会知道？我无意中发现的。 今天约瑟夫要启动那些孩子，你都准备好了吧？你干什么？没装引爆器，不会爆炸。你总让我心跳加剧。你还不了解我吗？答应你的事儿，我哪件没有做到？好好干吧。 这次做完，我们就能远走高飞，再也不用掺和那些打打杀杀的事了。本是不期而然。 爱却任其发展，生命各留余地，让我去期盼。满目萧索的心，也似会复燃。我贪恋这一丝波澜。我们都求一。
场圆满，上天只给了你我一个片段，短暂的交汇，驱散一生的黑暗，不褪色，像最亮的光，让遗憾都黯淡。本是不期而然，爱却任其发展，生命可留余地，让我去羁绊。满目萧索的心，也似归复然。我贪恋这一丝波澜，我们都求一场圆满。上天只给了你我一个片段，短暂的交汇，驱散一生的黑暗，不褪色，像最亮的光，让遗憾都。